后背挺起来，沉肩，左上角还没有关注老师关注一下，还没有点亮灯牌的同学点亮灯牌加十二群，可以领取我们的春三月和我们的一个完整版的一个舞蹈和我们的一个江南的片段以及我们的风火轮的讲解啊。沉肩，好，走迈右脚，迈右脚，谢谢，走踏步，谢谢杜新堂同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掖步啊，走，接下来走。迈左脚一重心，走，撤右脚，走，迈右脚一重心，把你的脚背放下去，往远，走，迈左脚，脚往六点去找，掖下去，走，往旁边迈，脚往四点掖，走，推重心，站直，再往后走，好的，拎。你脚站直了你才能跳舞，你脚站稳了才能跳好啊，脚尖打开，我昨天跟你们讲的还记得吗？我每次跟你们讲说脚尖要干嘛，脚尖要往外一点点，不要正着快着，好的，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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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往左边走，撤右脚，走，迈右脚，撤左脚，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手脚合在一块儿啊，准备，老师讲的太好了，仔细，谢谢啊，准备，起右脚是提你的右手啊，准备，后背拔直，沉肩，肩膀放下，啊，过这一段啊，准备，脚尖打开啊，七，走。一，看，摆好，走，一，出，走，加一个旁提，好，走，盘，慢慢打开，你看这个平摩手多好看，做出来，是不是？走，盘，走，出，看左边，好的，旁提做出来，不要塌啊，不要往外塌，拎，走，出，掖步，好，把好手推开这里，走，盘手平抹，打开，好的。再往后走一点点啊，走，拎，看上右脚，提右手，眼睛先看左边，走，随着你的右手出去的时候跟着它看出去，走，提左手看左，跟着左手走，左手打开的时候，你看左手打开的时候身体和眼睛该打开，看到没有啊？好，来，我再把这里讲一下，坐着会，站起来就不会了。好，小云姐姐，因为可能是有点没有跟上，要不要我把这个手脚关系再给你们讲一下？知道这个眼神和身体的配合吗？所以说，其实你看，姐姐们，咱们说跳舞简单嘛，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嘛，它也挺难的。手脚、头和眼睛要配合，就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跳得好，有人跳不好的关系。为什么有人觉得跳舞很简单？因为他就是光蹦跶个脚。啊，为什么会有时候人觉得我跳舞就是没有延伸，就是没有一个进步？因为你不知道他身体的关系。